感谢啊，哎，一上台啊，先不说相声，那干嘛？先请大家伙玩一个游戏，什么游戏？找不同，哎，哦，也叫大家一起来找茬。对对对对，那幸亏咱俩是双胞胎啊，这要是三胞胎，开心消消乐。五胞胎，王者荣耀；七胞胎，金刚葫芦娃。你行了，行了。上台有先玩游戏的吗？开玩笑，那用不着。说实话啊，很多朋友第一次见我们哥俩呀，都会发出惊叹的声音。什么声音？哇塞，第一次见活这么大的双胞胎。我活这么大都得掐死呗。这话怎么说呢？从来没有见过长这么大从事一个职业还天天在一起的双胞胎。没错。没事，老大。双胞胎说的理呢？我们哥俩是双胞胎相声演员。对，我是哥哥，我叫大虎。是都化妆了。大是大同小异的大，哎，虎是虎虎生威的虎。是你？我不重要啊。介绍一下我旁边这位。哎呀，小虎。我的亲生的弟弟。对，我啊，说实话，等会儿这个好像有点过了哈。怎么了？亲生的，亲弟弟就行。亲弟弟，哎，小虎。是，小是大同小异的小，虎是虎了吧唧的鸡。谢谢。说实话，我们俩我叫小鸡呀。小鸡像话吗？虎虎生威。对，小威。对，小威这个同学呀，我该打网球去了是吗？怎么改行了？虎虎生威的虎，小虎。对，哎，哥哥弟弟是大虎小虎。有很多人都说了呀，说双胞胎呀，这个家庭非常幸福，多开心。我们俩也是，二十多年前的一声啼哭，我出生了。你那是吐了呀？什么叫吐了呀？嗷一嗓子我也出来了。当时咱妈特别开心，咱爸也高兴。医生当时就过来说了。说什么？大姐，恭喜你。怎么了？中奖了。什么奖？再生一个。哎，我是那奖品啊。你怎么能是奖品呢？那我是赠品。哎，我觉得都不太恰当。那应该形容你小样。小样吗你？没听说过有这么介绍的吗？其实别看我们俩从台上互掐，这都是节目需要，私底下关系特别的好。那是不错。好到什么程度？什么程度？我们哥俩，好的就跟一个人似的，长得就像啊。平时出门，哎，我们俩就拿一部手机。你说那个人脸识别，他俩能互相解锁吗？能。能啊。关系有这么好吗？我都尴尬了，我都。没有吗？有，没错。俩人出门就拿一部手机。他打着，我听着。平时在家，我们俩就玩一台电脑。他玩着，我看着。平时上班，我们俩就开一辆车。他开着，我坐着。穿一条裤子，他穿着，我光。我也穿着。哎呀，关系再好，有穿一条裤子的吗？有句老话说得好啊，穿一条裤子的蚂蚱。对，我们俩那是一根绳上的蚂蚱。对，咱们俩是穿一条裤子一根绳上的蚂蚱。这蚂蚱太变态了呀。但是话说回来，有人说了，双胞胎一模一样，是有没有区别呀？有区别吗？真有区别。哪有区别？拿我们哥俩来说吧。是啊。您可能看不出来啊。哦，提示一下。可以。哥俩，有一个个子高一点，有一个矮一点。说的没错，气质不太一样。哎，确实有点不太一样。能看出来。哎呀，什么叫一夜长大？你坐电梯来了？我还是下来吧，一层到了。讨厌，真是。哎，有一个身材胖一点，有一个身材瘦一点，还真是。有一个长得帅一点，有一个长得丑一点。这就甭说了。最关键的，有一个是，男孩。咱俩是龙凤胎啊。妹妹你瘦了。哎，姐姐你胖了呀。你俩女孩是吗？废话，都是男孩。哎，这是我们俩外在的区别。还有内在的区别。内在有什么？理想梦想不太一样。这么多区别呢？每个人梦想都不一样。是啊。问问你啊，你的梦想是啥？我没什么梦想，我就是吃饱穿暖，衣食无忧，这就够了。哎呦喂，怎么了小伙？你是我弟弟吗？我是啊。吃饱穿暖，衣食无忧。对呀，你是个演员，你别忘了，演员应该服务谁呀？服务谁呀？服务观众啊！啊，为观众创作出更多欢声笑语，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艺术，这应该是你的梦想。你想什么呢？太自私了，你这人。
哥哥，你说的对呀、啊，真是讨厌、啊。谢谢您的教导啊。对呀、啊，我真的我不应该这么自私。对呀、啊，只为了自己而忘却了观众。你看看，哎，哥哥，听你这么一说，我觉得你的梦想应该非常的伟大。还行，还行。你说说你的梦想是什么？我这个梦想太难实现了。这有什么呀？哦、我就不说了，不说了。不是，你刚才你怎么教导我的呀？啊、你说有梦想就得奋斗终生啊！你说说你的梦想。我的梦想啊，对，我的梦想还真需要你帮我实现。那随你说呗。我说了啊，你说我的梦想什么？当独生子。哎，别说了。谢谢，谢谢。还超的不多。感谢两位啊，大伙小伙一对双胞胎，来自北京嘻哈包铺两位演员啊。双胞胎相声演员不多，应该讲，双胞胎说相声有优势。但是能够把优势变为自己的一个特点和特长很难，但你们这个节目恰恰结合了双胞胎自有的那种内涵来表演的这样一个节目，我认为很好。嗯，好，龚老师也很喜欢你们这段作品啊。